我也是我厝边一礼拜死，死老爸一礼拜搁死无，我看到我嘞规块命要求要救起来，你知无？我毋是为着啥人啊，我就是为着吼，咱中正邦港要出一口气，袂当看衰潲，你知无？啊，徛出来，一件事家庭啊，徛出来，拜托一下，我只当一个拜托，出一口气啊。谈起五月中万华无辜染疫身亡的70多位乡亲，难掩悲愤情绪。无党籍立委林长朵罢免案将于明年1月9号投票，备受政坛高度关注。女战神激动姐接受中时新闻网访问，发出怒吼：1月9号要进入第三阶了，我为着要甲恁唤醒恁邦嘉人的记忆哈，咱邦嘉人的记忆，中正万华区的记忆哈，你会记哈？林长佐哈，3+10的破口拢无出来站声啊！佮支持吼，迄个独立吧，入来台湾吼。佮上重要是啥呐？疫情咧严重的时阵哈，伊佮无有疫苗入来哈，他还投反对票。我咧讲正，啊，即马伊足下班哈，为着伊即马霸林长佐，你看总统也来，副总统也来，啊，佮迄个苏贞昌也来，我即马是安怎？他在疫情这严重的时阵，你若袂叫蔡英文来，那袂叫苏贞昌来，袂叫赖清德来，即马咱叫着叫你来，你是一己之私嘛，为着你家己嘛。放假人这疫情死偌济人，是70-80个呢。你人在哪里啊，林长佐？哈，你讲你的罪，即马帮媒体讲啊，你的罪没有那个三九哥严重，所以变个爸。我听你讲呢，你比三九哥还严重。三九哥迄当阵无死人，你即马放假死70-80个人。你看，人叫你为民服务，结果你去做民进党去只搭去只狗去只看门狗，哈！你看，华南市长啊，林会长，搁咧设计，你设计做你有影？啊！人讲你眼看前面那只狗，不要看你这只绿狗，落地也是绿狗。你无动，你无动，为啥这巴黎民进党全动了出来？拢为着你一人出来，你哈！疫情的时阵，你把叫出来，你把叫蔡英文出来，你把叫苏贞昌出来，好，把你叫出来嘛！你就是歪，你有能力，只是你歪做。你看金曼嫁人，看你外下巴，你看你外唱招，可恶！你有影真有影，霸你刚刚好，即马第三阶一定努力啦！哈、啊，大家听这动一个话。爱记的，这个手一定要哈，太叫恁霸凌场，全给咱洗，阿咱莫讲洗门风。疫情的破口，伊讲咱是破口，伊无替咱辩解。咱即马叫林场全霸掉，替咱莫讲洗门风，洗完钱，洗安困，有去气死了咱莫家人，气70-80个人，洗这完钱，靠！林场全霸定你了，我咧讲正的。透早吼，林场全即马新闻都还播尔，去林场全伫路口咧拜票，叫迄个人甲呛住。多好呢啦！那就是霸你就是对的啦，哈！放假用你这钱已经几年啊？你做两年嘛，唔捌看过你，到这么霸要霸你的时候，你人才走出来，要可怜你，你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。如果激动姐在路上遇到林长佐，你会跟他做什么？我个屁谈屁脑都甲抢命，多好呢啦！饲了自家布袋嘛，生地牙膏生价不好，你话放假人的心，妈你话放假人的人当作你家己的人吗？无啦，你是空降，所以你心无伫放假。所以你无要为网咖为民服务，就是你，林长佐，你滚回去唱歌。